只能飞球，这个飞球有机会处理，接到，哇，最后跳接，但是接得很惊险啊，所以二垒上的林少恒呢，还是能够上到林少成，还是上到了三垒。刘继宏，林进拉回来，一垒侧弹跳球，许继宏跳得老高，拦截下来，漂亮的防守！哇，连续两个漂亮的防守，让中信兄弟守住了这个半局。待会来看九局下半，中信兄弟最后的反攻，他们还有三分的落后。球一垒方向虽然是被拦住了，要比速度，哟 ，out！ 但是这边会挑战啊，然后三垒这分不管怎么样是回来一定有啊，所以陈承威是有打点。但是刚刚这一个跑动啊，哇，因为欧金要跟陈承威比速度是占不到优势的，他最后也是非常耐力的用前扑式，但是看。这个乐天这边的反应是蛮有把握的哦，因为这球砍进场内被扑到，林子豪再传上一垒，哇，真的就是被扑到，扑到之后就是 nice play 的出局。重心相当不稳的情况底下，传了一个弯弯斗，林奕泉再把这一球给收起来啊！这球挤成了一个小飞球，被接到，哎呀，后退行进间，李凯威完成了这个后退的接杀，富邦也因此而结束了最后的攻势。那九局双方的激战呢，最终富邦悍将呢是0-1败下阵来。刚龙拿下了今年球，变化球被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往前，陈杰先最后接杀，哦，还好没有跟邱志成发生相撞哦，最后邱志成在陈杰先的身后掠过去，不过这个滑接还是很漂亮，两人出局，这个变速球也没打，打击的是申浩伟。这球出手打在中间方向，冲上来接，被接到郭天兴，虽然戴在棒头上距离没有飞那么远哦，但是郭天兴的速度还是能够可以追上球的落点。哇，申浩伟真的是苦笑，因为申浩伟已经不止一次好几次被郭天兴没收可能的安打，打的不会造成裁判去判妨碍的问题，我没有遇过这个。再来 ，nice play 再加一，好不好？又是一个接球，然后得到了陈承威的致敬。好，哇，申浩伟这几天无所不能，真的。球打成了反方向的飞球，扑接 again， 真的是今天可以为申浩伟做一个 nice play 的集锦了，对，也打出了回春的赛季。这一球敲得不错，在中右外野方向，远阵滑扑下去，是 nice play， 完成了美记接杀，哇，太精彩了！没收掉了林奕泉的安打，奕泉应该也很不甘心哦。对，从击球的过程，包括球的一个方向，应该都是有机会形成一支落地安打，可是看到远阵滑，哇，最后一瞬间快要落地了。